你在巴黎某个角落和某人在谈理论，可我却是唯唯诺诺，始终感到不满足。你在巴黎过得好吗？那人对你好吗？那人年龄比你老吗？会跟你计较吗？我知道我给了你你喜欢的意大利，可我不明白这一集为什么还要演戏？难道演戏好几遍你还是不会厌倦？难道你的最后底线会因为钞票闪变？我不知道这一集到底是不是结局，我只知道科斯坦与会缺少那意大利，我还会做千层糕，你喜欢的水果捞，还会牵着那只短毛设计广场练早操。我知道我的可笑，我知道说的不重要，知道自己是个傻猫，可还是习惯炫耀。请你记得那台青山送你上下班风波，请你最后自圆其说，不要再啰里啰嗦。请你记得那个夜景，请理解我的邀请，还有记得梦中会醒，他会解开你阴影。唐人街他在你眼里不知道他算了几，可是想咱那些风雨到底是谁陪着你。话到这里算是结局，也算是最后一集，算是演